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，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态要平衡。所以我们天天说要心态好，人要心情好，怎么样来学佛？那么首先要知道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叫心呢？实际上人的心呢，就是随着眼前的表象自由地在变换当中。什么叫心？就是因为随着外境的变化，你心在动，所以呢就随流失德性，无喜亦无忧啊。说明一切的行为和人的内心有关系，因为你的意识变了，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了，实际上你这个心就生出来了。这个世界上今天喜明天悲，一切都会过去，所以无喜亦无忧。